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3月12日，我来到了位于缅因州的佩马奎特角，在这个灯塔给大家拍一个 vlog。这座灯塔呢是约翰·昆西·亚当斯总统托当地人修建的。一开始修建的那个灯塔呢是1827年建成，但在很快那座灯塔就塌掉了，比如是工人用了含盐的水泥砂浆，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灯塔是1835年修建的。我们可以知道，这座灯塔所处的位置非常的险要。我们看到海浪正在拍打着这美丽的礁石，现在天气也是非常的晴朗，海水颜色也是格外澄澈。好，介绍就这么多，下面给大家静静的欣赏一下这美丽的海景，大家也听一听音乐。